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。小贤何守正爆出婚变，日前妥善处理离婚事宜，小贤正式恢复单身。而在等待离婚过程中，小贤短发到屏东接演女兵日记。小贤基短发入伍当兵，男性化十足。左小贤在脸书上释出好几张长发照，顶住长发的小贤风情万种，看得出来有种挥别过往不开心的好心情。小贤为戏剪去长发，昨日最新晒出的造型竟然恢复女儿身，戴上过肩的长假发，还搭配空气刘海，化妆后红唇引诱动人，让粉丝纷纷敲完赶快留回长发。小贤为了拍摄年度代言照，特别戴上假发，短暂恢复女儿身，让小贤开心的不停拍照，还不断对镜子傻笑。小贤难得恢复女生造型，疯狂自拍，在脸书上透露，其实刚开始将假发戴上时很像舞蹈替身，不过经过造型师巧手打造后，小贤甜美笑容拍摄形象照，她也换了三套洋装，其中一套还大方露出深深的事业线，性感深 V 造型让她害羞表示，太久没有看到自己这样了，真的蛮不习惯的。至于网友敲碗快留长发，小贤笑回，放心，我头发长很快。小贤戴假发拍照，翻摄自小贤脸书，小贤戴假发拍照，翻摄自小贤脸书，小贤戴假发拍照，还大方露出事业线，翻摄自小贤脸书。